2022款丰田瑟奈四驱 2.5 油混造型方面，较现款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采用了丰田最新的设计理念，整体设计大胆而又激进。特别是夸张的大嘴式进气格栅，搭配狭长的前大灯组，进一步提升了前脸的辨识度。这款丰田瑟纳 3.5 四驱加版不仅有着高大的车身，同时硬朗的腰线又让这部商务车充满了力量感。金钻式大灯充满时尚感，线条炉火纯青的运用使得豪华感倍增。大面积的红色 LED 尾灯在夜间有不错的辨识度，保证安全。很多人称丰田瑟纳为奶爸神车，主要是它空间超大，不过仅仅有空间还是不够的，舒适性也很重要。丰田瑟纳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征，超大的空间能方便你全家出行，温馨的内饰和齐全的科技配置又营造出了宾至如归的驾乘氛围。新车的控制感、舒适性、动力和外形等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，很好地彰显了丰田的风采。丰田瑟纳空调控制面板与中控大屏采用了一体连接式设计，这样的设计在驾驶途中更方便操作，尤其是空调采用的物理按键是非常实用的，有利于在驾驶中盲操作。现在有很多的车型中控操作台的功能按键都集中在大屏里面了，虽然看起来十分简洁，富有科技感，但是有些功能并不适合盲操作，这就为驾驶员增加了一份危险性，因为在操作的时候要扭头眼睛盯着屏幕是非常分神的。加版丰田瑟纳四驱 LA 车身尺寸参数，长星号、宽星号高5095星号、1985星号、1810mm 轴距、3030mm 前后轮距、1720mm 最小离地间隙、164mm 第二排腿部空间、955mm 第三排腿部空间、922mm 第二排头部空间、1008mm 第三排头部空间、973mm 第二排肩部空间、1642mm 第三排肩部空间、1552mm 最大载重质量、670kg 车身结构、五门七座 MPV 油箱容积、75L。加版丰田瑟纳四驱 A 内部空间非常大，充分发挥了 MPV 的优势。放倒第三排座椅，加上腿部支撑，完全变成了两张摇篮床，让长途旅行多了一份舒适。宽敞舒适后座空间，配上该车安全稳定的行驶系统，保证途中也能舒适地谈上生意。购车方面，瑟纳加版目前优惠程度不错，最高可优惠10万，售价低至41.50万，现车充足，颜色齐全。